在马里华源山区的阿拉比卡种咖啡远近驰名。想要享受这里的咖啡香浓美味，不但可以用喝的，还制作出特色甜点，咬得出咖啡的芳香,香。我们如果喝咖啡的时候，它这个口感很适合加上我们的咖啡，它有它的酥，它的香。这里制作的咖啡土豆酥，选用古法手工制作。 不用油炸，经过多道繁复的程序，才能完成画面中这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土豆酥。我们的咖啡土豆酥里面，它里面就是一一颗那么饱满那个土豆，然后它就是包覆着一层糖衣，然后它是有麦芽跟糖下去裹覆之后，然后要经过无数次把它滚动之后，把我们的咖啡粉粘裹在上面。一般人可能都不知道，吃花生要连红皮一起吃。 花生外面那层薄薄的红衣对人体有很多的好处，在中医理论上，花生有补血止血的作用，主要就是花生外面包覆那层红衣的功劳。这里的土豆酥保有花生完整的营养，吃起来甜而不腻，成为当地具有特色的伴手礼。 来到这里，海拔四百公尺的观景台，体验品尝咖啡的乐趣，喝上一口原味的黑咖啡，再加上酥脆的土豆酥，登高欣赏华园海湾周围山海迷人的景色，也是吸引游客络绎不绝的主要原因。动态新闻，张家伟，台马里报道。